迎来到妙招派，每天分享实用的小妙招。相信呢，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苹果吧，而且呢，一些朋友呢都会利用苹果来减肥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了，到底呢是早上吃好呢，还是晚上吃好呢？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第一呢，苹果呢，其实在早上吃呢才最好的哦。俗话说呢，早上金苹果，下午银苹果，晚上烂苹果，形象的形容呢，苹果呢还是早上吃是最好的。因为呢，苹果中呢含有丰富的糖类，而我们的身体呢经过一夜休息，体内的血糖较低，需要呢补充能量和营养。上午呢也是我们脾胃旺盛的时候，吃苹果呢可以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吸收到苹果里面的营养物质，所以呢早上吃苹果呢才是最佳的哦。第二呢，我们应该呢是饭前吃苹果呢，还是饭后吃苹果呢？其实呢，不建议大家在饭后吃，我们应该在饭前吃苹果，因为呢，苹果呢能促进我们对食物的消化。苹果中呢有很多营养物质，都是水溶性的，能很快的被肠道吸收，可以很好的促进肠道代谢。苹果中呢还有丰富的果胶类物质、纤维类物质，空腹吃苹果呢具有一定的饱腹感，可以控制我们吃正餐吃的过多，减少热量摄取，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。而如果饭后再吃苹果的话，不仅呢不会吸收到营养，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呢肠胃增加负担，所以说呢我们千万不要在饭后吃苹果哦。第三呢，我们在晚上呢睡觉之前呢千万不要吃苹果，因为呢晚上呢我们的血糖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阶段，吃苹果呢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糖分，影响呢身体胰岛素的分泌，容易呢使我们血糖升高，从而呢影响到我们的肠胃休息。而且呢吃苹果呢会有一股饱腹感，这样呢会导致呢我们久久无法进入到深度睡眠，从而呢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精神状态，也是非常不好的。所以呢在晚上睡觉前呢千万不要吃苹果哦。第四呢，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呢可以不需要削皮，因为呢苹果皮中呢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，比苹果果肉呢更加有营养，因为呢苹果皮中呢还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，所以说呢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呢根本不需要削皮哦。如果呢担心呢苹果皮上面呢会有一些农药残留物，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借助到食盐来帮忙，将食盐呢撒上去，然后呢来搓洗一下，因为呢食盐呢可以消毒杀菌，同样呢也可以增大一个摩擦力，最后呢将苹果呢冲洗干净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连带着果皮一起吃下去啦。看完这个视频呢，大家应该都有了解到在哪个时间段呢不要吃苹果了吧，我们尽量呢在早上吃苹果，那么呢我们也不要在晚上吃苹果哦。感谢视频转出去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看。